你来一个，我整一个。胳膊短啊，谢谢。你可以再往上一格，你要是吃力的话，有点吃力。哎，你再往上一个，我给你扶着呢，挺安全，好吧？行。等会儿啊。我换个位置，这一直在打我。哎，我拿一下。好，是吧？好了。哎，然后我想想啊，这个怎么又这样是吧？不是不是，反了，这样对。这样这么着？嗯。等会儿。长的那根在右边，然后在上边。啊。然后短的那根在下边绕过去，穿过去。然后从左边那根绕回来。何老师，咱一步一步来，咱一步一步来，这儿美美也整上了。又在上，过去之后，从这儿绕过来，进这个洞，完事儿。没问题。坏了，这分六了，一分六不会了。等会儿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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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等会儿，稍等一下，等会儿，稍等一下，可能因为咱们有点进程，我们吧就是完全没有在赶进度的意思。本来有两个熟练工了，每次都在培训新员工。等会儿啊，待会儿是不是该沙老师了？沙老师你自己看会啊。看会了，看会了。我说实话呀，这个就是危险系数小。但活一点不比拔椰子轻松，那肯定事情就是这么平衡的嘛。如果又有一个又，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冒着风险。我回去我就练，我在这儿我没事我就练，练爬树去。对，等会儿，不行，等会儿我再来一下。20 minutes later， 哎，有门有门，你上面那个绳子要拽一下。对，行了吧，差不多了，开始了啊，别锯绳啊，麒麟。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了。无比力，无比力。我不是记得挺好的吗？你看，现在还在上头呢。可以。哦，不是啊，你看它外边有它，我可能应该这么锯，对对吧？它外边这一道不是你多绑了一个外面的树叶，哦，是吧？行，没事，我觉得这板也还行，也行，窄不窄不也能吃。你看你这绑的是多么坚固，你看绑的多好，您还下不来。来，把这叶子咱慢慢放下来。别把叶子整坏了啊！来，我扶着点，我扶着，来，慢慢放，慢慢放，来，慢慢放，慢慢放，稍等啊！哎呦，留神，留神！哎，坏了，掉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先搁这杵着，就有点那个踩灯那意思啊！好好待着。